我们社团不欢迎骗子。我骗你什么了？我没听说过进这个社团还要检验身份啊。你的意思是我们自己笨，白白被你耍了？我的意思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跟大家一起得过奖，我就有权利来这儿练习。我们决定要把你从这个乐团除名。凭什么？我是靠实力来这个乐团的。我就是要把你除名啊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干什么？林星辰，别担心。周伟，你是不是被林星辰迷惑了？要你管啊。雷佳娜，你不是讨厌林星辰的吗？你别忘了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道理千金。哎，我讨厌他关你什么事啊？我现在还讨厌你呢，你要不要也从这个社团滚出去啊？雷佳娜，我们可是在帮你出气，你干嘛帮他说话？我什么时候需要别人帮我出气了？多事。总之，你们谁也不许借我的名义找林星辰麻烦。真是莫名其妙啊。大家今天先不要排练了，我这有张86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专辑，想和大家共同学习一下。大家觉得这首音乐演奏的怎么样？如天籁一般，论技巧纯熟精准，真是太好听了。你们知道他的演奏者是谁吗？是帕尔曼吗？是梅纽因吗？那一定是米尔斯坦。到底是谁啊？到底是谁啊？对啊，别这么官司了。林星辰。啊！林星辰，不会吧？怎么可能啊？音乐的世界不分贵贱，永远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别人。我觉得这一点，是我们大家先应该自习的一课。谢谢你啊。你没事吧？今天真的谢谢你了。没什么。你最近不太好过吧？我啊，没什么不好过的，不是有你给我做的元气甜品吗？你喜欢就好。不过你就要出国了，想想以后都吃不到你的元气甜品，也挺遗憾的。是，很遗憾。啊，对了，那天在漫画店，我想跟你说，不必了，反正我也要离开了。